Shout out to Peace and Friends, Brody and Taro, 追头 Bulldog, 然后 Shout out to 仙明艳，金曲萨克斯风手。这个很会唱的朋友就是 Stephen， 然后录音的时候也很顺利的，非常感谢他。好，然后 Shout out to Dad， 他是春燕的制作人，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饶舌歌手，然后他是对是一个奇怪的人，然后可是他还有。有很多有趣的想法，对，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，我还是一字头的时候，现在是四字头了，对，都跟这个人在一起，对，但这是我的神队友，帮我很多忙，对，谢谢我的太太，谢谢我的。我还是会一直把这个。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，尽可能的找机会跟时间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从嘻哈里面得到这么多，我也想要回馈给大家。我是老莫，谢谢大家前来参与这个活动。接下来，今天主讲人会。老莫终于出专辑啊！有需要我的时候，兄弟打给我。我想要跟老莫说的就是，很感动你一直以来都对于音乐这么认真，还有对写歌词有这么多贡献。老莫老师在这张专辑有很大的突破，然后我那时候听了，其实心里蛮激动的，因为老莫老师对我来说也是前辈，也是启发我的。老莫老师 ，respect。当我开始做饶舌的时候。第一个说很支持我的，其中就是一个老莫老师，对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引、明灯跟贵人。老莫应该算是那一辈的饶舌歌手里面最动灵的，这样我开心吧？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